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高注》第414页，咱对第二行看起啊，准地师偈曰：“诸含三义。”啊，这是讲啊。是头前的世间自在王如来对法藏菩萨的开示，这里对最重要的是三个主力：自修、自知自力，这个、意思真深。头前咱看过，会所内面讲的啊，这是日本准地师用《法华经》的三字来做证明，即地佛即个三个字，甲释迦牟尼佛伫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三字，即说意味是相通。法华三字讲。佛学大师典有三智三乘，这些是佛门的故事啊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之初，先赞叹如来之离地，离地是实地、观地，实地叫做根本地。观地叫做方便地，实地是自修用，观地是度化众生，是教学用的。以诸法实相，心清微妙，佛想要讲啊，又个唔讲咯。下离婚。代表大众听说，如此佛家舍利弗教好佛是三智，舍利弗呢，伊是三请。佛伫第三拜乞请时阵答应咯，广说妙法，就是宣说这部妙法。《莲花经》是这款的故事，你看《法华经》的乞请有这段故事，这叫三智三请。诸法实相，确实心清。佛在讲这件代志，讲透了。第八这经。六百卷大不济，《华严经》讲透了，《华经》讲透了，讲这件代志不容易啊！为什么真正听无啊？我学佛学了六十多年，现在才有这个概念。啊，这个概念。也是得力于现代的量子力学家，因的研究报告。啊，那无变凡夫，无办法
己想象。为什么？伊是言语多端，心平处灭，咱哪会知影呢？但是呢，都爱信，唔敢怀疑，唔过有个疑问，疑总是袂当断。这个疑，就是中文咧讲的疑情，都落言会讲我，小疑即小我。大疑即大恶，不疑就无得着恶咯。这不是歹代志，这不是不相信，相信佛讲绝对是真的。但是咱的境界是达未到，那所以就会拍这问号。这问号不是普通的怀疑，不信啊，咱是信啊，真信。但是咱家己啊，能力是无达够。科学家真正是给咱帮助一下啊，我咱的心定落来，对佛的信心加强了，坚定了，一点袂怀疑。正在书刷了个讲，这个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法藏菩萨足地心佛，过去在背个心佛，故在永铁无色巧音呀。这是佛对呀。法藏的赞叹，啊，俗地的啊，深呼，我们伫今仔日读一句，感触真深。啊，佛法伫即代，若准若蒙。真正是行到尊蒙的临界点，那不去拯救，佛法就无咯。甲传统文化是共一个命运，咱若有心，无力量，家己尽一点仔绵薄之力，将难太侪太侪咯。帮助咱呢，无人咯，障碍咱的人都嘛出来咯。我有福行这条路，佛门的动手，无看到反对的。我过去的中官、同事、同学，无一个无公事，我迷信，迷到太过分，哪会去出家做和尚呢？只有一个本土密先生，我出家了去看伊啊。一看到我，啊，你真正做了，我讲是啊。老师讲的人生最高享受，我来讲唔肯做咧。对，你行这条路是好，只有伊一个赞叹。别人真正拢是外行啊。那在中国大陆，对我赞叹欢喜，就不错老技师，名山老和尚，也有一个天主教的布特山大主教，这些人赞叹欢喜，
这三个拢无伫咧咯。诶，三个是我诶护法啦，三个护法拢去咯，大陆上无护法咯。那所以遮侪年我就无去咯。那这一季真困难啦，真正不容易啊。我家己对家己清楚啊，因为环境无同，电文老师、地藏家大师，我人也是有工作的。每天来上班，只有礼拜日我会当去啊，清观音，一礼拜一拜。啊，工作辞掉了后，去李老师那边，这叫一心参学啊。那不过老师事业太多了。工作量太大，只有伫咧钢筋教学啊，会当听伊诶课啊，其他拢嘛无时间单独教啊，无亲像本老师、张家大师，因那是单独教啊。啊，嘛毋是讲大斗阵。长时间清军，这言拢无。我去台中，李老师的事业拢建立了，连下主公图书馆、菩提病院，要一安乐院，有两个幼稚园，养老育幼。一个兼两个学校的教授，本身也个是孔德成的主任秘书，要甲伊见面，就要一礼拜前的约时间，一礼拜内绝对排袂着，真辛苦啊！我第一时阵七十岁了。我三十一岁，伊七十岁，老人咯，不忍心去找伊啊，找伊嘛袂用，伊无时间。那所以我这根基，学会的根基，是张家大师奠定的。基础啊，用这个基础去台中清军李老师，才有一点啊成就。但是这个基础无用过，唔是啊正式入学的啊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下一代爱交给我。啊，下一代那袂当啊，超过头前的一代。那就衰相啊，那一代不如一代，后来就灭亡。不如诶，这个教学啊，拢希望下面一代超过我。下面的一代打着我的这脚头乌，打着我的肩胛头爬起去，这就丢啊！你看中国古早做官，伫这乌西部。迄个乌西无像楼梯共款，头前较低一层，后面较悬呢。系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时时刻刻看到一顶帽啊，头前是我，后面是后一代，后一代就爱比我较悬。那拢有这个念头啊，社会在上好，
在安定，在成长啊，才有进步啊。啊，若像我这代，逐项拢平平，我这代做诶无成就，必须得甲后面诶人提起来超过我来成就，这才是成就。哪讲低调，希望这代不如我啊，家家过较好，修过较好，拢嘛是阿弥陀家家。你所修到的功德是何无啊？这是福德，福德是人天福报。啊，真正无家己。想到天下苦难众生，想到培养人才，大家拢超过我家己，这是功德。咱若无发心求生，进入世界，决定升天，心量爱大咯，爱真正善良啊！无拄到人，那是无办法。人才可遇不可求，你去倒去找。早年我家己一个人伫海外真辛苦，四国咧走，转来台湾，第一年我去看老师，我去甲老师要求几落摆，老师啊，伊培养几个学生，我伫海外才有帮手啊，要好用。哇，讲几落摆，最后一摆老师就讲了，我唔是唔肯教啦，你推我去找学生啊！啊，即句话以后我就唔敢再讲咯，要去倒位去找，要去倒位去找一个老师啊，听话啊，认真做学生，真正无得找啊！那所以我才知影讲，老师甲我讲呢。学生啊，找老师难，可遇不可求。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啊，更加困难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通过我这个六十年学习，对这个代志呢，印象非常深刻。要去倒位去找人，现在风气渐渐。拢已经形成了，这十年无白做呀。国内国外慢慢拢是觉悟了，拢伫咧做传统文化，拢伫咧做道德工作，拢咧向个人学习，成就未？有真正咧做无？这句不太说了，那来对在学名利，我们是彻底放下，那就不太说了。这个东西是魔啊，就话有成就，有一个出名的时阵，在学都也来了，一个接触把我袂掉就对路了。有几个人看到这物件袂动心呢？袂放在心内呢？追乌六步，卡步桥栽，才有成就。小可动摇就完了。这个古早时阵就真多咯，咱伫历史上看到辩解、万年辩解咧，遐个人、读书人，会当讲是基础，拢是非常深厚。到老年咧，拄着这物件，也阁抵袂调，何况咱这个根基啊不足的人。
啊，我这一生根基也薄，也个不会调，都是打钢钢筋。讲给啥人听？讲给家己听啦。别人的听是附带啊，家己听这是真的啊。大刚听佛的劝导，这不会调啊。但一个月无讲经、无读经啊，我家己都唔敢保险。你讲这个偌重要呀、啊？佛教咱真君显地性，经典都是显地性啊。真君诸佛菩萨，真君祖师大德，达刚拢不下啦。我每天至少读经四小时，甲大家分享四小时，四小时读经这是最低。但有时间，我会当做到啊六小时。啊，现在体力差咯，年轻时阵一天是啊八小时到十小时。够一个啊！佛菩萨逐天咧劝我，唔敢懈怠。啊，我亲近老师确实学历、经历什么拢无，都凭着老师听话啊，认真咧做啊。老师教我安那做，我就老老实实去做。啊，伫台中，我请阮老师，老师啊，教我约法三章。就是三个条件。我若答应，伊就收我做学生；我若无答应，伊讲你去别个所在另请高明啊。第一个条件，对我拜老师一天开始，我以前所学的，问老师也好，是张家大师也好，什么拢嘛好，拢总无算的。我无承认，对我对头，搁再学起，这是一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对今仔日啊开始啊，伫温尊听我一个人一个讲经，其他任何人无论出家在家讲经是唔准去听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对今仔日开始。你想要看的文字，看的书，都是佛经，也是同款，无经过移动，伊袂使去看。都是三个条件。哇，迄个时阵想讲，那像老师啊，啊，真正阿爸啊，真古板啦。甲别人拢摆伫一边，只有伊家己一个尔。我是接受，我真听话。接受了后，伊讲有时间限制五年啊。以后，哎，啊，我听到佛门内面入门五年学成，就是这三个条件啦。到我去到新加坡咯，迄个时阵啊，这个烟杯法师，我嘛是熟悉真久咯。
我在学佛的时阵就甲伊熟识，伊是善导寺的主持。迄个时阵四十外岁，大我十岁啊。啊，我嘛是一讲经的，伊嘛是讲经的，阮讲啊真投机。我去甲访问伊，甲伊过去学习的这经济拢甲我讲啊，我是恍然大悟。那伊是啥物？十几岁出家，甲地涵法师，地涵法师来约法三章，都是甲李老师完全共款。我才知影讲，这毋是李老师的，这是古代的祖祖相传呢。这就是讲，伊一个人未使伊两个人，伊一个人你行的是一条路，你才行会通。你伊两个人，你就是行去啊相车路咯。三个人就是三车路口，四个人就是四面八方啊，你未成就的啊。我深深体会到，现在好好读书的学生，现在无成就，老师太多，课本太多，那有杂咯，有乱咯。但我收到老师这约法，三个月了就是欢喜心，为什么？头脑清净咯。那你看，唔准听，耳孔抬起来。唔准看，目睭封闭；唔准你想，只准听伊一个人的教诲啊，听伊一个人的指导啊，心啊清净咯。就是讲，佛经上讲的烦恼轻，智慧重，有一点啊，这个意思出来咯。欢喜啊，要欢喜。那过去了后，就非常坚定了。所以老师教我五年，到五年，我跟老师讲，我搁再学五年，我遵守老师的约法十年。以后去探听了，老师对别人无这款教法，就是我一个呢。那周家林无约法三章啊。自性明嘛，无约法三章。啊，我对于参访法师毛鹏啊，都来台中啊，亲近伊老大人。参访法师啊，有写一张批来甲我推荐。迄个时阵，主要就是尊敬着老技师，伊个老师是老朋友咯，伊哪当年呢？我较自乐实在啊，真正侪年咯。也是安尼亲近老师诶，那言老师佫甲我讲，伊讲你即款定定伫国外，对家己会用力啊，有成就。对你的众生是无成就，我讲为什么呢？伊讲你想看卖，你啊去一个所在，一年去一拜，讲一拜经，加加半个月一个月，啊，一年十二个月听一个月经，其他十一个月也过是胡编乱想，哪有可能会成就？这中国古人讲的。一粒朴子，十粒寒子，会安怎？老师讲，都爱一个道场。啊，我都注意这代志了。但是言拢嘛无成熟，第一个无财力啊，迄阵拢无名，无人知。谁人要提钱给我？我还未去攀岩，还未跟人来往。第二个，当地同行啊，是有这个嫉妒心，
这是我深深体会到，啊，所以嘅这种真游击战的这种生活，四季去打游击。这是啊，我福报未通个高龄毕业啊。古早时阵社会安定，古今大地住伫深山内底，咱要甲伊学，会当十年、二十年无落山，有好老师，有好同学，哪会讲未成就的道理呢？我未去证明断理，人会担心，会惊。所以来我这地来看的人，我能甲伊讲，看我的大雄宝殿，我喺顶面是大雄宝殿，中央是万世先祖纪念堂。总是纪念堂，下面是我超度的众生。哇！我伫伫遮一家三站，大家来即地来看，放心咯。我未见道场，未甲人争名夺利。我每天吃的百姓的烧，有一个房间人睡得很爽快，也有够了，非常满足了，比较上落啊。啊，在新加坡呢，1999年，传给新加坡教会的总教。新加坡宗教变作是兄弟姊妹，这创古，前人唔捌做过，做甲真成功。以后，印尼宗教团结咯，马来西亚、澳洲，拢做甲真正效果。呀，伫个澳洲就是意想未到，嘛是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咯。这款的因缘，引发澳洲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。作为认真思考的这个问题，那一般大学无和平学院啊，所以我看到和平学院，我还拢感觉真奇怪啊！原来和平学院培养的啊人才，有学位。有学士，有博士，啊，这些人才啊，多半拢是联合国的服务，为这个社会调解啊、纠纷，培养这类人才，啊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全世界只有八个大学才有，无多。来，因认真思考。因为以前啊，因所用的这方法咧，你念错了，因承认。那家冲突升级了，变成一种恐怖战争。那校长呢，派两个教授。
来山顶来找我，我伫澳洲住伫山顶。邀请我跟那学院的这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，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为了拯救社会，是佛应该做的代志。我答应伊啊。啊，这摆回答我就了解，因和我做五十分钟的报告，参加的教授十九个人，甲我坐伫对面呢是一个资深的教授，美国人。啊，我都问伊啦，恁队伍，我是用伊的话，挑米冲突，促进和平，还是用什么方法？因公一向用的方法，那是报复，用镇压，用这款手段。啊！但是现在报复镇压，从甲因对方用恐怖战争升级咯。啊，所以现在想要改变啊策略，用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，无必用暴力啦。这款的想法是正确的呀。啊，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！报复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爱和解，爱用诚心，爱用诚意。那也都是伫迄天，对面坐是一个美国人啊，我给请教。我讲美国的教育，对啊，幼稚园到大学啊，研究所是不是拢教竞争？伊讲是啊，对细汉就教竞争。我讲啊，竞争搁在提升是虾米呢？我一日问伊哪去咯？伊真冷静地听我讲，伊无讲话。我讲啊，竞争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搁再提升就是战争。啊，现在你用这个方法，恐怖战争就出来了。啊，对，斗争啊，提升到战争啊。我讲这是死路一条啊！战争，现代战争是生物啊，是生化。这大家拢知影啦。这个战争的爆发都是啊，世界啊毁灭啦。啊，发动这个战争的人，不是正常的人。正常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款毁灭人类的代志啊！你会做这款代志？什么款人呢？神经不正常，奇笑了，伊就会发动。哇，死！你大家对我赶快死！发动这个战争，伫佛法的因果来对讲，
阿比地狱啊！要灭人类这个人，是伫地狱，永远拢未翻身。也那是讲知影因果的理论甲事实真相，伊绝对袂去做。所以小米见证方法提倡因果教育，提倡伦理道德教育，学计啊，这个伦理道德都无愿意见证，了解因果报应都唔敢发动见证。那迄天的会开了两点外钟，中昼学校招待阮食饭，啊，我回去了。第二个礼拜过来邀请我，学校已经准备着聘书了，聘请我做因学校的教授。啊，吉利飞书大学的这校长张华博士学位，也都是因学的教授咯。啊，我甲因两位校长感谢啦。我讲我无需要这些啊，我真愿意甲这教授因做伙啊来助谈。啊，校长啊，别我都要接受。我讲为什么？伊讲你这款想法、看法啦，真正会当帮助联合国来解决问题。希望啊，你代表学校、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啊，啊是这款代志啊。联合国邀请的对象一定要有博士学位。啊，教授这款身份，伊是上界欢迎的。我咧情形下面啊，不得已才接受。那安尼先，我就甲联合国挂钩咯，参加十几摆会议，来当了解问题袂当啊。我甲中国这套物件提起报告，有会即会友，诶，拢各国嘅学者啊、专家啦、政府嘅高级官员，听到了后，都嘛真欢喜呀，闻所未闻啊！你从来唔捌听讲过，但是无信心，甲我讲啊，这是理想，做未到嘅啊！这真正把我一棒子打精神咯，我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，问题就是说这个信心啊不足，你没信心吗？知道后没信心，这就让我想到说这地球上这四百多年来科学发展拢总是惊物理，啊，物理内面呢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己怀疑，对怀疑才发现问题，再去啊，追踪研究这答案，伊是这个啊，物理会用呢？古圣先贤的学问是袂用呢，伊是心学，伊是心性之学，伊唔是物理。是心理啊，心理用的方法甲一点都变，是坚定的信心。你丝毫都袂当怀疑这会用呢，这个麻烦就大咯，这是极大的冲突啦。要安怎可以当相信？啊，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个办法，科学家讲提证据来啊。
啊，我就想讲，咱要按怎来做出一个小镇、小船做出来，请因来看，因那才会相信。我2005年的这个年底11月，在汤池小镇建这个罗岗的文化中心，就是这个啊实验点，是啊，做好联合国看呀，我相信这个小点。我们去行真侪所在，也拢无信息。那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洲，个头前是美国，也拢无信息。啊，我真久拢无回去故乡咯。等于故乡，甲看一个，也够有一寡啊，族兄弟，这辈兄弟也有几落个，讲一个阿公个，了三四个人，族兄弟就较侪啦，讲曾祖父、讲姑祖父个，啊，阮个家族是个大族。现在的家乡大概也够有15000人，真正未少啊！啊，这族兄弟三十外人啊，做伙来开讲，我就讲我这几年咧做的这些代志啊，都甲大家报告。啊，因听真欢喜啊！啊，咱的故乡来做，啊，阮支持你，咱这个讲起来咧。李小鼎安尼都冲起来咯，这嘛是我无想到呀。盐啊，拄好拄着马来西亚啊，有一个技术，一些企业家啊，因老爸做的这个事业。真侪拢伫香港，即拢是企业来对一个项目，一个小型的伦敦公司啊，老爸往生咯，兄弟姊妹无爱去做即款的代志，定系卖咯，啊卖去，大家拢钱分分咧，一分着900万的美金，听来跟我讲，我输，即个钱我一线都无爱。你是不是能帮助我做这个教育的事业呢？上好是做教育事业啊！哎，我讲我汤池小镇咧做实验，如何？啊，有一笔资金，问题解决咯。嗯，我给这笔钱分做两份，500万和汤池建校舍，另外400万我交给这个。尤本昌，大量这演员可以拍一寡啊，亲像《了凡四训》《如今一股造新记》啊，拍这电影，哎呀，啊，伊做了啊，做了后给我看，哎，不是真理想。啊、所以就无去继续，钱的收入支出伊个代志，我无看到。啊，汤池迄边直接啊送迄边去啊，啊，尤本昌嘛是直接可以啊，唔免经过我，我只是给你介绍，啊，恁去做，就安尼做成咯。本来我咧想讲，应该看到效果啊，都爱2年到3年。无想着讲3个月啊，效果真正天独，我拢想未到呀。所有老师拢感觉意外，
我讲咱的实验证明两项代志。第一个证明讲人性本善。啊，三字经里面咧讲，人之所性本善啊，是真假唔是假。第二个证明人民是非常好教，只是无去甲教尔。啊，这个中心嘛是辛辛苦苦弘扬当中，真不稳定。但是做三年呀、啊，三年办真侪活动啊，这活动影响到国内外，无白做啊。我甲这老师因讲，这个成就。咱家己千万唔通孤功，唔通留言讲是咱做家真好，那就错了。你就五万太多对出来，这是祖宗之德啊，三宝加持啊。那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，咱哪有这么大的灵呢？传统文化啦，已经淡掉两百年。那有可能会伫这个三四个月看到效果？这无可能的代志。这是咱祖宗安排，咱伫遮来做出表演，创成功咯。啊，成功了后，因为我的目的是要甲联合国做证明，所以就讲想到。要如何来去联合国办一个大活动？然后全世界拢知影，我想啊，拢是佛菩萨祖宗的安排啊。近两个月，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总部来找我。啊！邀请我，伫2006年十月，今年的十月，主办一个活动，邀请我做主办单位。主办单位就有权力咯，协办都爱听我的，就是真难得咯。这机会要去倒位找啊？啊！我接到这通知，我都唔相信。联合国车是车会员国，啊！我伫澳洲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精装行业呢，你哪能找我呢？派三人去巴黎去探听，拍电话转来跟我讲，是真的唔是假？联合国车是泰国啊，啊！泰国的大赛。向联合国推荐，请我去做主办单位，而且安尼是啊，啊，阮参加这联合国的活动，头一摆，地点都是伫曼谷的啊大厦，伫迄边啊住一礼拜外，啊，甲泰国都结缘咯。啊，甲泰国的佛教结缘，甲泰国方式阿妈结缘，甲泰国政府结缘咯，关系拢非常好。所以啊，泰国大赛推荐，我就安心，我就答应。只有五个月时间，积极筹备。那联合国这个活动办非常成功，一直到现在。也真正做会友啊，对迄个活动一个念念不忘。啊，去年五月，泰国办一个多元文化活动，邀请我，我有参加。啊，我无想到讲，联合国迄边听讲我伫泰国。有来17个大赛，就是讲17个国家大赛，
来泰国来看我，拢嘛是怀念2006年办的活动，希望讲我搁再去办一摆，这真感动人哦。啊，我讲顶摆我去，我有汤底做报告。这摆你要搁叫我去办一摆，我无物件提出来。啊，上台去做讲演是无什么意思啦。啊，因拄好就想着讲，澳洲杜文巴，我住在这个小城，我伫这里住11年。啊，11年都有。团结文章这个工作做起来真正有效果，啊，咱团结的方法是11年前学院底下的建立咯，买都是基督教的教堂，啊，这个基督教真兴旺。信众的人数增加，教堂用了卖了，啊，伊就要去找一个所在起新的教堂，起大教堂，旧的伊就卖好我，真便宜啦。澳洲的钱我记得是56-7万。我就甲伊啊，做一个学院，净土宗的学院，啊，甲整修一个啊，邀请这厝边正式发邀请函，咱是以素材来招待，甲因报告，我们伫即地来学习，啊，阮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因为那边无佛教，这是第一家，还是基督教的根据地。啊，甲大家解释，亲切的交代，这啊厝边，啊，这厝边呐真欢喜，我对这教堂完全啦，拢嘛无改变。翻修的时阵，伊原本咧用什么款材料，我都想款用迄材料。伊粉刷什么色，也完全拢同款，所以整修是面目一新。只有甲这个十字架换做阿弥陀佛，其他拢嘛无变动。当地人民非常欢喜，因为讲阮无破坏因啊，保持因这个传统啊。尊重因的文化，这给因真好的印象。啊，做完了后啊，这厝边都来跟我讲咯。林法师，你这个活动是不是让加办几摆啊？那因真欢喜啊！我讲好啊，啊，咱就约定咯，每礼拜六暗暝。我来举行一摆温馨晚宴，免费招待，大家拢会当来。所以我这个温馨晚宴10年咯，每礼拜六，这小城的人大概拢会来阮家来做人客啊。啊，阮的兄赢到的一句话，当地人对阮的批评。正宗学院的人啊，拢嘛是好人啊！啊，我听到的一句话啊，啊，所以当地政府对阮是真正关怀啊，照顾啊，当地人民非常欢迎阮啊，无甲阮当外人，当地宗教。感动了，十几个宗教，
啊，这宗教的领导呢，啊，因主动来跟我讲，咱来团结啦，咱互相学习吧。在这小城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的示范城市，好啊！我讲大家若真正向这个方向去努力，和咱这个小城八十外族群、一百外种语言、十几种宗教，拢会亲兄弟姊妹共款，互相尊重、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、互助合作，亲像一家人共款，会当作为全世界某讲族群做伙的典范啦，好代志啊！我讲大家若真正安尼去做，我就让答应恁啦，来去联合国过来办一摆活动。啊，所以这摆去我们斯里兰卡，我都甲澳洲这些宗教领导人约去到斯里兰卡，那边我约到他们组织的总部。啊！因大赛团的主席，我给写批，我在斯里兰卡访问，看伊是不是有兴趣无？因来二十五个大赛啊，就是二十五个国家代表，我和因甲澳洲的这个宗教团直接交流啊！啊，恁甲这个。这个多文巴这个想法做法就跟他们报告啊，让他们呢再过来斟酌进行啊，来做一摆大活动啊。我希望讲这个活动也是多文巴来办，为什么？我这大赛因亲身看到，你去看卖这个不同的宗教会当。和睦相处，未啊发生冲突啦！啊，大家拢看到，哎，就相信。啊，这个代志最近双方拢嘛伫咧接洽，大概做会成功啊。因有定时间，我去参加这个活动。你看，有汤底的店，现在总到一个城市咯。一直下呢，我就想讲要找一个国家，全国啊来推动，全世界一个和谐示范国。啊，渐渐渐渐化解冲突啦！咱中国人讲化解，因用的词是消灭冲突。咱的流乱，因的中医啊，你看中西医，中医叫做解毒，西医叫做消毒，毒个消灭啊，消毒，咱叫做解化解。不是讲消灭啦，啊，东方文化是流合的啊，啊，希望西方的人会当学习东方文化，用和平来解决问题，唔能用斗争，唔能用战争。中国传统教学是对细汉就教妞。啊，我这牛是父母教的啊，对细汉就教，小朋友到顶咧佚佗都爱知影牛，难去收钱。那吃亏嘛，用你啊，吃亏是好事。哎呦，忍让，较大一点，捌事爱学谦让，
谦虚，将来大人踏入社会礼量，中国文化一路是牛到底啊，绝对是袂甲人去烧钱的。啊，这来都有真正深的这道理，牛是感化对方，感化社会。然后这个世界和这社会你就永久的安定和平，啊，宗教一旦宽解太好了，啊，最近听到国内天主教邀请吴秀林去讲演，去跟人上课，讲中国传统文化好书哈。那看这款呢，中国宗教的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国外有真好榜样，做人照镜，互相学习，回归教育，宗教对人类会做出啊，真大的这个贡献。啊，这个上帝称呼这句话，特别重视。对于什么说的责观的概论，宗教大师完结了后，我对于概率看法完全改变了。那以前我只是注重的经教的经论，但我认为讲概率是生活规范啦，生活的规范在中国三代拢嘛有，三丁啊拢有修改。其实国家宪法几几年有一款条文不适用来修宪，适合的当前概率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古印度人的生活的规范，感觉咱学佛要来学古印度人，给古印度人的生活无，这话不能接受啊。啊，不过这大师真慈悲啊，伊知影我这观念是错的，伊都无讲啊，伊讲我都未来咯。啊，但是咧，我每摆离开伊的这个时阵，伊送我来到门口，会轻轻甲我讲一句话。概率真重要啊！我无咧在意啊，这句话听几十遍，这老大人真正慈悲啊！那教育完结咯，我今日问啊，这是有三年调假，虽然一礼拜只见一摆面。啊，甘珠瓦布伫啊黑化场来做一个塔，黑化塔专用伫遐黑化。啊，甘珠底下搭两个布棚，因伫迄边大概是待七天。我因为是有工作，我有请三天假，
我伫遐住三天，即、这个三日三暝，想讲对老师三年，伊是教我什么？即、这个回顾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啊，戒律真重要啊！我得认真思维，戒律为什么重要？但为什么我的想法都甲伊无同？最后呢，大概想了两礼拜，明白了。迄是一个出世间法，啊，咱想的是世间法。啊，世间法确实是有重新修订的。啊，出世间法，伊是要了生死的。迄一个修改，生死都未当了了。就个也变成世间法咯。那想到这点，就重新思考啊，这个问题咯。所以我就看概率的书，哇，概率的书也买袂少，拢是真好的版本，算证书。啊，这重视这问题，怎样讲？佛以教他的目标。是无相涅槃，无相涅槃的根就是概论，就亲像如盖力，但是如盖力精神永远都不会变，形式是会当变的呀、啊。苦力最近力，一方向三归高靠手。啊，拜祖先三跪九叩首，拜老师嘛是啊，三跪九叩首最敬礼。现在的人最敬礼三鞠躬啊，这会用的。但是呢，迄、那个精神意义是唔通变啦。啊，这嘛是宗家大师教我的啊，佛法重啊实质，无咧重形式。形式会变，实质是袂当变的呀。概率的这精神，概率的理念绝对唔通改变。爱怎样？每一条界也用于伫倒位，不是安怎要制定这个？啊，咱伫国他时是安怎要起这界？啊，这条现在应该要安怎来起？所以条条界拢有开家起欢。啊，你若无精通，你就未当讲。我发发发咧，用伫日常生活的当中，你即地咧会当体现出佛的真实智慧，佛的啊，善巧方便。啊，咱始终无机缘。专修这个物件，哪讲是专修这个概率真正？第一时阵，这无所在啊！我对参弘法师半年，在迄个时阵，在台湾，世界大家啊，那么尊重伊，伊是咱佛门第一的人。我对于这半年，就亲像啊，慧能大师伫五祖的道场，唔每同款的做苦工啊。伊要教我，要甲我讲起这物件咧，只是叫我家己看，而且指定讲我看也唔是概率啦，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。叫我看《弥陀经》三个注解，莲地大师的，老爷大师的，莲地大师所抄，老爷要解，游客的这个完整抄，
这是弥陀经注解内底最重要的这个三种，叫我爱详细看，甲内面科判为做标解。啊，我才真正了解科判啊，这个、门学问以前拢唔知，这科判一个话，甲经文一个系，一个对照，才知影讲对于这个文学来讲，将法结果做较完整啊，袂当啊啊欠一字。欠一字就断去了，袂当佫加一字，加一字像拖腿，会当删掉。这是文章内底第一流的文章啊，对假都会当啊看到思想体系，还是真实智慧啊，唔是讲普通人做会到的啊。啊，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，古派方法学会向。用的什么？用古文观止。老师讲古文，我给伊做科判，逐篇古文做一科判。古文现在人写文章都无办法咯。你用科判去甲看，啊，伊就未及格了。啊，这是个人的缘分无同啦。我有缘分，我真肯学。我甲佛光山的缘分，啊，哪讲迄个时阵圣云大师，那是啊接受我这个建议呢？我这一生都是退役服务咯。啊，伊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我甲我伫台中学习的经验，甲伊讲。我讲我伫台中，你老师是思想的教学法，啊，学生学习只是一部经，未当同时有两种物件，你头脑乱的杂咯，你啊无向能力，你这样的学一项，这样学一项再来学第二项，学习吧，永远都是一个物件，但讲想就想这物件。这方法好啊，袂当像一般学校第一堂课啊，这个老师；第二堂课讲换这个老师啊，换这科目，迄大家拢是糊里糊涂。学某物件啦，结果是皮毛相生呀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讲我伫台中十五个月啊，十五个月学十三部经。大部经我拢会讲，有成就感吗？啊，因这种白课啊，学生无成就感，我的老师无问题，每只老师教啥物件啊，多贵啊，学生要学这就该学，这会用呢。几贵也要教学，唔通讲同时学两项啊？哇，坚持这点，伊无同意。伊讲啊，这无像学校啊，学院啊是模仿大学的啊，这无像学校。我讲无像学校，真正出人才，真正学校未当出人才啊。啊，伊也阁是未当同意我的做法啦、啊。我迄时阵拍算要甲130个学生分组，三个人一个小组，专攻一项。大概会当分30个组，只学一部经，时间偌久？十年专攻一项，拢会出来啊！家己是人才，佛光普照全球啊！啊，你有这么多道场，啊，你有这么多法师，大家拢嘛灵言善道，大家拢是一流的老师啊！啊！我这一生无想要做头做领导，我是想要做参谋呢，做教员啦。我未去做校长，我未管事务，
才会当甲字啊读会好，教好。这个想法啦、啊、做法，无人会了解啊，无人会接受啊。现在有真多人想要来问我，要办学校的时阵，我也是这个老观念。这是我亲身修到的，你老师就按你教我，中央大师嘛按你教我，一对一教。啊，你老师虽然开一个班，但是我是专攻，别项物件我就旁听。伊教真多啊，伊是啊，多才多艺，真难得啦。伊所教的我拢会去旁听。每堂课我拢未缺课，但是我有我的专攻啊！啊，我迄个只是听讲念念，我专攻是伫咧经教。啊，经教有够真正扎实啦！我一个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伫咧外面讲经。啊，只要我有时间，倒一个所在请我拢会去。啊！我讲经55年，唔捌中断。较早一个少岁，正在崇拜。我坐飞机无时差，对台湾飞去洛杉矶，落飞机就会当讲经，啊，就上台讲。这是妙法啦！有迄个人身体好，精神好啊，妙法大家看。啊，伊都信心咯啊！啊，为什么无时差？无时间观念，时差就无咯。有时间观念就有时差。啊，时间空间是假的啊，所以去到位拢会当适应。啊，我做出来给人看啦。人即会相信啦，即会佩服啊，伊即会常常来找我啦。啊，所以我今仔日看到啊，这世界未毁灭。为什么？前景啊，愈来啊愈好啊！我是对咱这汤迪小镇建立信心。啊，若是讲汤迪小镇啊失败咯，我的信心真正拢无啦。安尼都念佛求生净土，什么代志拢卖去做啊？啊，这个代志做成功，遐尼紧就成功。连阿讲啊，这摆活动，和大家遮尼侪年来，阿个念念啊在心怀，这个成功。啊，发现了这两婆子啊，军师弟啊，国学弟啊，信心大增了。啊，我自己无本事，无能力，但我想到，啊，想到这个理想物件，你甲看，董太宗替我做好了，我知影讲有这物件，无看到，唔捌看到这猪。知影讲有这款一本书，啊，伫咧讲经的时阵，有当时有讲到，竟然也有同学去找到咯，太难得咯！啊，找到这本呢，民国初年，上武印书馆印呢，距离咱现在大概将近100年，中国经济战乱啦，为你控战。解放战争、文化大革命，这本书是当年印或国际结集1000套，未用真多。这1000套经过将近100年动乱，要去到去找，这是旧的物件，破四旧就破了了。过会当去找了2套啊！
而且这两套我照了这看，一定是完整的。为什么？伊这主无人看过，无人在内底做记号。虽然是主抓已经啊，是真正切落，那个不准啊，是真正困难啦、啊。所以睇了了，我拢无看到。你去到送去和世界书局啊。那世界书局够真实，我就拜托伊给我印一万套啊，分送哦，全世界大学图书馆保存，啊，就未失去咯。那世界就算我有灾难，都未全部消失，总会有所在留落来，啊，咱这些主拢嘛会啊个保存起来啊。不准呢，这些人类的这个贵宝啊，真正是宝，什么金银琉璃七宝，还是无路用啊？救是未当救人啊，这个也当救人啊。这些呢，老祖宗千万年心血的结晶啊，啊，咱若未当不准，就是大不好啊。没人保存大量去引世过来流通，这个、方法上好啊！而且都要劝人学习，劝人学习，咱都要劝人学文言文。对世界其他国家，反正我熟悉，我拢嘛劝伊学文言文，我拢把这物件送伊。那东海总有提醒我一句话。我嘛是为了伊，我是啊，为了咱中国的古迹，遮多的物件，咱们学习，就伫你即内底结出精华，上好物件一句一句甲抄落来，哎，变做一本书，这敢是真理想呢？啊，这是我想的，甲同那种想同款。所以啊，即、这个看啊，就是我所想的，大家念到这物件。竟然还出现了！我本来是找一批教授、体会教授去看这些书，大概记录啊，变作一本，做咯，做了几多年啊，编出来啊，不讲是理想嘛，用了五六万的人民币，请人爱开钱啊，未用你啊，无想到个人已经做好了。国家低啊，民国初年，我就看伊书文，哎，伊写书文的迄年啊，就是我出世的迄年，丁卯年啊，民国十六年1927，写这书文的时阵是我出世的迄年啊。这两本物件出现了，提到我手的，我感觉中国传统文化有救，有前途。我希望完全拢出现，那所以大量来流通，唔免流通别项，流通这个。啊，所以像文殊观。纪念孙中山先生啊，革命一百周年，就是啊，民国一百周年，政府那像希望讲因，把这个四科专书啊再办。十几年前啊，还印出来这个初版呢，只印300套，我就买一套。我买最后一套，我问伊讲印偌济套啊？300套尔，无济啊！这物件私人是袂买，分量太大，厝内无地藏啊！啊，佫价钱真贵，都嘛是机关学校，佮伊买啊！
会要会要给他比专书还够较悬。世界书局因的啊，两个书局头家拢来找我，我听到这个话好啊，机会难得，都会手留一笔钱，人来送我，更过了年了，无得用。本来我是用的要想要反映这个酒精，就是房山酒精。房山酒精以前印的这本啊，缩小了，太小，还未当看，只当做典籍来啊收藏啊啊，无什么意思。我只想要改呀印大字，缩小一点啊，至少也缩小到寸开，一寸的寸开，咱会当读。那就会当汤啊！那个钱就是想要印这部书，我印了，我自己无爱，全部奉献了国家，希望国家用这个作为礼品，送去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，每一个出名大学的图书馆。咱会当印一千套，我这笔钱单着一个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宗教局长啊，叶小文，伊先正帮助我，还卡真多啊，到最后是啊，不了了之咯。所以这笔钱留咧啊，拄拄啊好，我甲商务印书馆订一百套诶书库专书，啊，世界书局订两百套诶，这回要做些用诶，这笔钱拄好用了了。一千万美金啊！四个专书，什么印书馆，和我特别的优惠，叫较早的股价钱，一套五万美金，一百套五百万。啊，这个啊，世界书局啊，这个世界书局嘛，和我优惠两百套，加掉这个啊，这两种。这万套的文书底要，这万套的国学底要，大概嘛是五百万的美金，啊，都消去咯。啊，原本是要做酒精的，啊，酒精无创好，啊，你看起来将来要有机会，我是念头无死，我是想想要把酒精引出来。啊，这酒精因现在因啊有六套的托本啊，都、就是酒桶托了一共六套啊，都、就是原来这李大帅就是李贴同款的啊，这些都爱印，新闻馆嘛爱印啦，这是佛经的这个贵宝啊，听讲酒精里面的这收藏啊，真正丰富。啊，现在大藏经内底一个有无收藏着，伊有。啊，这个非常的有价值啦！可能用了八百年时间，世世代代刷落去咧做啊，大藏经啊，啊刻在石头顶面。目的就是讲希望讲未去丧失，经典永远会保存落来。现在咱知影咯，那讲有一个地洞要安怎咧，拢毁掉咯，就是惊这个。所以啊，一定要改啊，引出来。那我的等待机会啊，要一个人关乎我的钱摆在这地啊。我的等待机会要引一部书。啊！现在我来发起赞助的人买真多，所以这费用呢，我唔免烦恼啦。办活动都唔免烦恼费用，只要一个功德有人送钱来啊！啊，这就是中央大师教我，在对对来布施，愈施愈多，这样无错，愈施愈多。聪明智慧发布时健康长寿为
哦，是啊，老师教我，因为三个拢我欠款，明仔都无在，再靠啊康康，该在是有点嘛小智慧，命中啊无寿命，寿命只有45岁，这老人拢知影咯。教我要按怎给报出来？哦，是，我甲大师第一天见面，伊就教我。你看我讲看破放下，我讲对倒落手报喜啊！啊，甲三种报喜都教我讲咯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你想认真去做，无钱无钱报喜不要紧，要有报喜心，这重要啊！有偌侪钱啊？你得报喜偌侪钱？伊问我讲，一家文有无会用呢？一家文会用，一块文会用，啊，一块文也会用的呀。啊，伊讲你着对一家文一块文去做，寺庙内底咧印经，摕一张单，大家来出钱，出一家文嘛用，出一块文嘛用，伊袂顾偌侪，伊拢收啊，要放心。放生是无为布施，就是一苦一角，就是安尼去做，真正去做，啊，做了后真正有感应。寿命我无求长寿，我感恩佛菩萨了。这个寿命是佛菩萨的恩长呢。啊，甘珠瓦不，恁不看到无？啊，伊都看见了啊，老法师看到。啊，阮是同学，伊嘛是江家大学学生，伊大个十几岁，较无20岁，大个十几岁。迄个时阵40多岁，我才20多岁呢，26岁啊，伊40多岁。大我较无20岁，啊，阮真熟啊，常常斗阵。啊，这个第一摆玲珑法会来对，啊，阮拄着咯，啊，伫善导寺，诶。你来找我，问我不啊有什么代志？你讲你来，我在那边啊。你跟我讲，问真侪人拢在后面咧讲你啊。我讲我什么？你讲讲你人真聪明，非常可惜，无福报，骨短命。我讲这个啊，我未记起，啊，你当当面跟我讲，我都真清楚。伊讲啊，你现在变咯，你刚经的功德，迄个时阵我刚经，大概是12年啊，12年。伊讲你这12年刚经的功德，你的命运转了。那讲你有福报，你有大福报，你的寿命真长。伊讲我讲这个信息。无想到你第二年就往生了，哇！真正无看出来，第二年就走了。中华大师在台湾的学生的当中，伊是一个真正有成就的，我对真尊敬啊！我迄时阵想要学中文，中华大师跟我讲。中文已经熬，伊会当教你啊，佛法卖改学，唔得样伊个，真难得啦！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小弟秦浩，今仔日伫咱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地球上，大概概率啦，只有恁一家尔。
这个使命真重，所以啊，我相信佛菩萨的啊加持，法师重修，你有你的使命在，这什么君啊？将来若是有这个缘分，真正佛教办大学、戒律学院，我会介绍推荐你去。无君是绝对袂用的。啊，我这一生障碍非常多，修忍辱波罗蜜，修禅定波罗蜜，一个顺境啊、逆境啊、善缘恶缘啊，拢会当啊，把握着未动心，未改变，啊，成就着靠一点点啊。我是真正想要有戒律，无得有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无论地外，无论是伫别个所在学习，一定要重视。该为无上菩提本，中用一切诸善根啊！所有一切善根，拢嘛是对戒律来。中阿大师甲我交代了几十遍啦、啊，我敢问你。不是这款苦心的叮咛，我不去重视，我不认真去反省。啊，所以我若无拄到张阿大师，就是讲伫李老师遐，未讲有甚物成就。阿妈无一定会出家，我出家是张阿大师教我的。我这人伫台湾。无任何牵挂，伊讲你真适合，伊讲我慢去做官。出家，要佫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第一波叫我看书，释迦谱，释迦弘誓，迄个时阵是咪买无，无单行本，甲我讲大藏经内底有去抄。哇，抄两本啦、啊！啊，释迦弘誓无多，释迦谱比较较分量较多。抄书去善导寺去抄经，伊甲我讲，有分啊，未去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无认识伊，你会行唔对路，你会行弯路。啊！我看了后，才知影讲，释迦牟尼是王子哦，一个荣华富贵、财色名利，彻底放下，是不是十九岁？真正放下，出去参学，迄种嘛是做一个好模样，互人看。伊个实现，现代人讲知识分子，好学。印度宗教伊拢总学过，印度铁学就是学派，伊来学过。啊，这拢嘛是世界一流的啊。那、啊、印度的宗教学派拢重视啊禅定，都、就是重视戒定。那是佛教讲戒定慧，所有宗教拢嘛重视戒定，应该得定。啊，但是因咧这个定只教四禅八定。那换句话讲，只教甲非相非非相处天，顶面就无咯。啊，所以袂当出六道轮回。佛教给人称作是
世间禅定。佛所传的是出世间的禅定，跟世间禅定无同。世间禅定是福欢乐呀，禅定福住，烦恼无登。定那些失去，烦恼就会去现行。对，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甲出世间禅定无同啊，出世间禅定是要甲烦恼啊化解啊，得甲伊放下，唔是付诸，是要甲伊断去。其实呢，烦恼甲智慧是一项代志，讲我咯。烦恼就会变作智慧，没咯，智慧就变成烦恼啊！一体两面，啊，意思分袂开，所以讲烦恼该断去咯，智慧嘛断去咯，转烦恼啊成菩提，安就丢了。这个话讲清楚，是该呀转化，不是该真正灭咯，灭咯菩提也无咯。那佛讲话有当时也是随俗啦，咱都要了解伊的意思。唔是讲真正转去咯，是转变。总的原则转恶为善，这是佛教一般人民经过社会有普世的教育，首先教来对较侪。转恶啊为善，那就是啊，古上讲的转三恶道为三善道，无出离六道轮回，你未对三恶道，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转迷为悟。第三步呢，就是啊，转凡为性，这是佛陀教育的三个层次啊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转凡成性啊，小乘是阿罗汉，大乘是佛陀，小乘超越六道，大乘是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个方向目标，咱拢爱清楚，路要安怎去行？千万都要会记守规矩啊！所以戒律对到学起，对地主规学起，有地主规啊，有太上感应篇呢，佛家诶戒律就真简单咯，一点啊都未困难，真容易啊！啊，你也学个真欢喜啊！啊，无地主规，无感应篇，我个就真困难，这个太枯燥了，互我拢袂叮当。其实概率是大自在，唔通误会啊，啊唔通惊。讲到概率，误会的人会惊，这个也袂当做，迄、那个袂当做。那是讲怎样感应篇应该卖去做的。都唔通去做啊，果报就不得了啊！但起心动念拢有果报啊，起一个恶念，就有一个恶嘅果报在等你啊！啊，你若就有行动，你做歹代志啊，那就是正常缘咯，真紧就会对落去咯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因。缘故造作是缘，因加上缘，果报的现前。啊，最后的因就是无爱。起心动念，顺境顺仙，最先的念头，不过阿弥陀佛啦。人起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善终之先。但一切佛法来的第一先。为什么这个名号
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拢称赞啦。阿弥陀佛公中极尊佛中之王啊，诸佛人拢顶戴，那现在人都唔知啊。真正知影时阵，念佛来分秒必争。那我一秒钟空过，每一秒钟拢嘛是阿弥陀佛，这是真正是弥陀的弟子。通讲唔知啊，那那是讲把这个经创个这么多遍啊，真正啊，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大经有去华严，有去佛智。有个法华，有个灵言，有个相中的威慑啊！咱这真正的认识，即句阿弥陀佛，这认识即部无量寿经，真正去了解这个啊，为一本啊，年纪再来人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做未到啊！人念做老技师，这个注解嘛是不得了。这敢是这个普通人做会到的代志呢？啊，六年写这部注解，收集这么多资料。啊，83种的经论，110种的祖师的著述，我去房间甲看，伊房间是碎经，只有咱这粒影边的这一半大呢。啊，一顶门层，一块桌啊，这参考资料拢堆个满满，我估计是对倒位找来，去对去找啊，伊讲。啊，四鬼即系佛友嘛，因找了阿龙嘛，提来给我，上来确实阿龙嘛是真好的参考资料，拢用到咯。我迄个时阵讲，我拄喺咧印大藏经，我讲我送你一套大藏经给你，伊讲你看卖，我无地去藏啊，真正无地藏，啊唔是假，确实是无地藏。啊，万尼即个。主解做完了后，经过几落摆校对补充，然后就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呀。一天140,000声的佛号，念半年啊，往生变心说法啦，这个大德。通宗通教言密圆融啊，伊是啊密宗的金刚上师。啊，伊个声是甲喜欢老和尚学呀。啊，阿林基老基师是伊老师。每讲起老技师是阿姑啊，啊，阮老师李炳南老技师，佛学是甲每讲起学的，所以李老师是每大师的学生，啊，阮呢即传传的时都有关系啊，发明是有关系。啊，这个会向经，这个集注，啊，我讲我来担任流通，啊，连讲啊，往生时阵啊，念到讲，伊的这个回集本呢，这个、回集本啊，这本将来对海外流通，流回大陆。一些东西听到拢莫名其妙，啊，这个有可能？到现在这个看，果然都是安尼啊。我伫美国去
拄到通电话的时阵，伊入美国住一个月，回国了后，我就去北京啊去甲看，伊就甲我讲。伊讲，连公甲伊讲诶，这个警示对海外团结来，恁就看到咯。啊，当时讲的时阵，无人会相信啊，唔知伊讲这什么意思啊。所以啊，阮是都有流通的使命。啊，精装黑盔是下联都提出来。啊，国内也无啊，也无成立，提出这个名称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连老伊就甲我讲啊，你害我，希望四国来建立精装协会，就是这联社，甲联社是啊，完全拢同款，名称上换一个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伫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今年有三十几个精装协会。那、啊、第一个是伫温哥华，加拿大精装协会，现在个伫，第二个伫旧金山，现在一个是杨玉华来负责主持，这是美国第一个，然后伫洛杉矶，各位。大城市拢总拢有咯，然后才发展到澳洲。澳洲多半都是五道法师去建的，五行法师，因这两个比我走较侪啊，我年纪侪咯，走袂叮当，互因去走。啊，即卖甲非洲嘛有结缘。啊，所以我负责来流通，那个这个啊，法门发扬光大，普度众生。啊，我相信下面的一代一定会超过我。啊，我把这个基础贡献给下一代人，给因做一铺垫，也起来。我现在时间到了，咱都学习到这地啊。